林姆斯大家好，我是林姆，今天我来拍这个，那大家应该都想看这个是怎么变成这样子，要豆豆批的价不是会碎吗？好，那我今天来挑战，知道这些纸要干嘛吗？这些不是纸，这些是可以把这个这样子，假如说这个这样子还没拼好。拼好后，这个豆豆这样用还是会倒，我就拼下这个纸，然后用这种东西这样压，它就可以变硬，然后拿下来就会弯弯的，它也会有一种米的味道。大家要开好这个东西，我们开后，你看开后呢，里面就会有很多珠珠跑出来。这些珠珠可是要用拼的呢。首先呢，在拼珠珠的时候，我们要拿到个夹子，这个夹子比较好夹，还是这个？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，这个是圆的、大的，这是大的。我们看这很大颗，这个圆圆的很大颗，这个都小小的。哇，今天要有小小的这个利爪去夹这个小珠珠，你看一个微笑。各位要注意哦，小早餐先快点。各位在用时呢，有花夹的时候可以尽量尽量放好，但是有个更重要的，你呢拼的时候呢，在拼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像我这样学的拿不过去再行这种。哎，大家你这样子绕一圈后，你们画眼睛嘴巴这样不行，还要再涂颜色，不然呢里面这样的话印出来的只会有一个眼睛，还有一个嘴巴，还有一个眼睛。首先呢，我要先拼眼睛吧。眼睛要用黑色的。我去拼眼睛了。眼睛，我下班了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忘了镜头。一人拍一次啊！昨天你拍两片的，等下妹妹。没关系、啊。妹妹做完换你拍啊。没关系呀、啊。还是你要在旁边拍也可以啊。一起拍。一起啊。对啊。一起继续啊！就把这个豆豆。你要这个板吗？就把这个这样。下班。东西上，然后就可以，你走那里下去。啊，爸爸签名了。我需要用这个夹才行。你这个可以用粗一点吧。不行，这个倒了。那你等一下就用粗的。知道。先拼很久。好嘞。影片请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